富婆老婆净出损招对付我奶奶。哎，老公啊，我等会给你转点钱，你买点东西去看看奶奶。我公司里边有点事儿，我就不过去了哈，辛苦你。东西就不用买了，我过去看看吧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用买东西了？你不知道，咱俩给他买的营养品、牛奶啥的，都让他拿小卖部给换钱了。啊？他换钱干什么？他是有什么事儿？哪有什么事啊，就是怕咱俩年轻乱花钱，说就当给咱俩存着了。哎，老公，这样东西呢你照常买，但是这次要买双份，只不过其中一份你要做点手脚。做什么手脚啊？就是你把其中一份的包装给破坏掉。哦，这样人家就不收了是吧？那另一份完整的呢？另一份完整的只要他开心，随便他怎么处理吧。行了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那他不用拿去卖了。